那现在船长准备要靠岸了，那请各位贵宾啊，哦，你们救生衣可以脱掉了哈，放在原座位。那等船长啊，船绑好之后，哎，你们再下船，不要急着下船哈。哦，这样子拍过去就是来淡水一个地标啊哈，所以情人桥拍过去很漂亮啊。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哦，哎，让这个不良渔船长替各位服务了哈，谢谢大家。